千万别当真啊！就公司论坛上不知道哪个人渣在这造谣。这什么？这一边勾当顾部长，一边勾当你所，小他两船。这什么情况？陈潇得罪谁了？各位领导、同事，请允许我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，我有话要说。 公司里有些人讨厌我，但是如果讨厌我，那请你站出来骂我。我承认，我是喜欢他，但是帖子里说的绯闻完全子虚乌有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接受我。机长，洗手间有位男乘客晕倒了，心跳呼吸都有，但病情不详，机上没有医生。 机长，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，要不要备降？发现这位先生的时候已经呕吐过，大约三分钟之后自行清醒过来。这人好好的，看着也没什么呀。头晕，没必要备降吧。塞贡看成了。Low air 805. Console request. Continue to Singapore. 小亮，小亮，小亮，颈动脉搏动消失，意识消失，失去意识。海盗情服务舱，你让今天当事的乘务员回忆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咱们到新加坡的首航，出海关的时候会有很多记者告诉大家，谁也不许接受采访。 我儿子就死在你们飞机上的，你赔我的儿子，你赔我的儿子，你赔我的儿子。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接受的，既然无法抹去那些事情带来的伤痛，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伤痛重演。